阿基师现学现卖料理大赛，匡明杰为了扰敌祭出大嗓门策略，而巧巧听力好，让自己渔翁得利。这是菜叫什么？我真的要庆骨哎！松鼠、黄鱼，准备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把中间曲骨拿下来，拿下来以后，两侧的鱼肉呢，交叉45度切丁，然后沾粉，下油锅炸。你们要腌吗？要腌，要腌，要好点烟。我就听到小英姐叭叭叭叭叭，你们都没听到，你们要问什么？这个油温可以吗 ？OK。好，然后要煎多久？两分钟，一分钟。我建议你们问的时候小声一点，因为旁边也会听到。不是不是，我问你观众朋友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故意问的。哦。你们要发问的？其实我们不用问啦。指定菜，8分钟拿两道菜干。华大虾仁，我猜炒鸭肉。对吧？你在闻什么下去？我看这是不是盐巴？盐巴是用闻的。哎，对。好啊，屌丝开始厉害了。他自己挂包了，你拿盐巴在面前。其实有淡淡的海风的感觉。这边就是看起来备料就是舒服滑。嗯嗯。四平八稳。没有，你们那边很爽快啊。对。阿基自己真的哦。秘境，秘境哦。秘境我包场，哎，我多买一些。包场。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阿基师现吃现卖料理大赛。嗨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的举办了一个阿基师的版本啊。现吃现卖通常呢很少能请到老人家来帮忙啊。老人家吗？不是，厨神啊，厨神到对不对？一个在逆境中成长的一个年轻人。是。不是已经不是年轻人啊。今天大家请到两位啊，真的才是会做菜的翘厨啊。嗯。这两位呢，可以说戏演得好，菜更是做得好。啊，而且呢，都赢过我们啊！欢迎匡明姐陈冠霖，欢迎两位，哎呀，欢迎，漂亮，两位帅气的才子佳人啊！我谢谢他妈，是你找我妈妈，小林姐，你先请到两位来，因为这阿基师的版本的现学现卖，对我们来说。其实压力是很大的。今天大概是我有史以来上你们节目压力最大。真的吗？你上次赢我们压力不大。之前跟老公赢你们的时候，那随便，那真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是随便？那天我看那天我都还没清醒，我就赢了。你们前天喝很多是吧？哎呦，七早八早讲脏话，你看。我没有很认真，我怎么会输？我那天不太认真啊，不然该是你的问题，因为我没有很认真。有。而且我觉得你不投资我，我还没抢赢哎，算我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现学现卖，阿基师的现学现卖，准备就位。干嘛呀你？看菜，看那个无聊。这个菜，这鱼也弄这，这是菜叫什么？哎，真的要去骨哎！松鼠、黄鱼，啊，这是要做跟你一样吗？这要请客的时候才会用呢。要不然怎么叫做现学现卖？不是嘛？你是阿基师哎！我尽可能在一分钟之内讲得清楚一点就好了。好嘞，准备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注意了啊，从背鳍这边，刀子拿着平衡贴紧鱼骨，把中间曲骨拿下来，拿下来以后，两侧的鱼肉呢。黄鱼是很松散的，切记手稍微触摸一下鱼骨头，如果有的话手掰掉。那么在鱼肉那个地方呢，你切交叉，好像切鱿鱼一样，交叉45度切丁，然后沾粉下油锅炸，油温一定要高，不然鱼肉就散了。沾什么？那再来的话，这个里面的寿司是糖醋的味道，糖醋，所以你们在煮的时候，甜跟酸之间尽可能比例抓好，甜酸度适中，比例是什么？比例是什么？3:1:1:1，谁跟谁啊？3:1:1:1是什么？比例都是我的妈妈。三的水，一的糖，一的番茄酱。3:1:1:1，番茄酱是醋呢？好，醋呢？要醋，醋也是一样，要醋要醋，然后要。要腌，小姐尽可能问的时候心平气和，不要咆哮。你有听到什么吗？我就听到小英姐叭叭叭叭叭叭，什么都没听到。你不要刁难我们。你刚，因为我刚听到他说把中间骨头拿掉以后，我就听到，我就没有听到这说什么。因为我认为那个太难了。因为我刚刚问你说
你有没有自己说有？他说开开来，然后把骨头拿掉，怎么可能骨头拿掉？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里去过骨哎。你待会还有机会嘛？有一个牌子嘛，你拿起来还可以问嘛。阿基斯还会再教一次。不是，最重要的是刀子不利啊。不会不会，很利，因为这道菜我们今天为了这一道菜，刀子已经重新修整过了。我们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制作单位。我们既请你给我钱之后，现在有请你给我问了。千里火弯蒙啊，千里火弯蒙。你有关键在，你怕什么？不是，哎，我们今天来的只是要做调味嘛。那这个应该你们先帮我们弄好。对啊，你是连锅都能掰吧？我们今天不就算了？哦，知道奖品，今天要听热说。今天不是有锅子哦？是的，今天有这一份。今天不是有锅子哦？阿基斯筹备了3年，然后所写的阿基斯里面有说很多话，很感人。我刚刚看到一个，你看阿基斯说这段话：人是我非不能争，人非我是不须争，因为没有不合适的舞台，只有不努力的演员。哇，我觉得写的很有道理。起鸡皮疙瘩了，我要。这一段争取一下。对，逆境坚定力，风雨生信心。今天我们就是你，这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逆境。嗯，我们要超越它，了解意思吧？你现在清醒了没有？没有。但是就是不清醒，是上次不清醒才赢我的，你忘记了？我们现在是同一队哎！不要吵了，两边请就位。这么快啊？可以问吗？注意喽，10分钟计时开始。不是，没有事，我们可以问吗？待会拿牌子才可以问。先备料，先备料，先把料备好，因为阿基斯刚刚讲得很清楚。你会不会？吸干，你会不会？我去骨不会，其他的都 OK， 好不好？我就是我也去骨不会啊。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还蛮厉害的吧？我们特地为了这道菜去磨过了。不错，真的。安尼就对啊。你是香菇丝还是香菇丁啊？你回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哎，不是，我是看是切香菇丁还是香菇丝。香菇丁，香菇丁，反正全部切丁就对了。切香菇丁还要想。香菇丁，我要看到你显细。你快一点吧，你。你别咋呼嘛，好不好？小姐，做菜是辛苦。你别杀我呀！好开心。好，你们这边先处理一下食材，我们待会就回来。我来，一起来。哎，他说要摸有没有鱼骨哎。对，我正在摸。有呢。好，你要切三段。你那个鱼很容易散哦，所以你在切的时候要很小心哦，不然你到一炸中间有骨头，你要用那个拔猪毛的拔掉。啊，其实目前就刀工来说，好像小玲姐好一点。对对，真的假的？我刚刚一片下去，我以为看到日本料理的师傅了。哎呦，小玲姐要扮猪吃老虎。要把握这个提问的时间啊！如果做到一半有任何的问题，1分钟可以提问。才1分钟而已。好，意思我们不要跟他聊，我们过去那边来走。我要吃那个哦。如果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黄鱼的肉比较松散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在切之前，我稍微腌一下，撒一点盐，让它紧实一点，静置一下再来切？可以吧？那不早说，就等你们做完了才说。当然啦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可以把盐呢拨到粉里头来，把胡椒粉都拨到粉里头来。傻孩子还没有做到那边，不能讲啦。是的。然后就下去，我故意把什么粉放那么大了？你在说这是什么粉？尽可能不要咋呼哦，好。要问要举牌啊！要问要举牌哦。先问，淀粉。你们目前做到现在，有没有地方觉得是不是需要发问的？没有把握的有没有？没有把握的，目前想煮水了。对，都有把握，那还是到我们到那边去好了。我来，有没有要发问？好，这样一样，我来。有没有要发问？是一样有问。不要，我不要。没有要发问的。目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阿基斯，你看我做的好吗？嗯，怪你做的，不是你做的。我跟他讲的。他摇的。小心手。会了，会太多了。这是我的指甲油了。吓死人啊！我觉得他的指甲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我看到阿妈是拢一牵着手啊，都切十几哦。你怎么牵着手啊？你帮我做啦。我有没有这种事？好了，没有要发问哦，那你们继续被我们带回来。有没有要发问的？来不及了，要问。你们要问什么？这个油温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举牌。你不要再夹了，拜托，不要再讲了。不是问题啊，那个不是问题啊。OK 吗 ？OK。好，转下去以后要转，一分钟我吗？计时开始。不要。不要，然后要煎多久？2分钟，1分钟。炸熟。我们下去，油温够油温下去大概有，要不要2分钟？差不多，差不多2分钟了。
然后现在你刚说的3:1:1是水杉醋醋番茄酱糖都番茄酱。我建议你问这个小声音，因为旁边也会听到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是，你问你观众听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故意问。乔乔超凶悍，你詹姆士和陈冠霖不敢吭声。番茄酱要炒，不是你先弄水。哎呦，我来了，你先炒啦。你先炒你的，番茄酱要炒到红红的。番茄酱原本就是红的。指定菜，8分钟拿两道去看。滑蛋虾仁，菠菜炒鸭肉。滑蛋虾仁在节目上面其实已经试了很多次，所以说应该难度不高了。我是对于虾子过油我比较会，所以我才选择滑蛋虾仁。就是挑简单的做法，对不对？我会建议你问的时候小声一点，因为旁边也会听到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是，你问你观众听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故意问的。哦。还有三十秒。你还要问啊？还有没有问什么？比如说阿金吃饱了没啊？还是弄完以后，阿金你吃饱了没？阿金是晚上还没吃，这样就是最后淋上去的，是不是？不用那个，就是这个炸完以后，这样就是最后淋上去。最好不要像这样子成品的时候，你吃的剥鱼肉散容易沾酱，你淋上去就糊掉了，酥了，鱼肉就不酥了。所以就放酱上去，鱼放上去，汁可以垫底，鱼肉摆上头。对，情报人不要弄黄掉了，见到酸它就变色。好，再讲我。新的人不要变成，不要碰到酸，最后再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来下。下。你们刚刚少问了一个，下去要怎么炸鱼？是不是要怎么样抓？怎么样？对啊，因为他这样怎么翻得过去呢？好吧，我们现在去对面看看会不会发问。他们如果大声一点，你就听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回来。有没有要发问的？其实我们不用问啦。不用问。听到了。比如说下去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手势啊，鱼才会比较开啊，会比较怎么样啊，怎么样下去，要不要问？是不是要先冲尾巴？不行，要拿牌子才可以问。请你给我问。好，请说，请说。1分钟计时开始。阿基师，请问一下现在的油温好吗？还不好。是要到冒烟的程度吗？要接近冒烟。然后是不是放下去，然后尾巴先抓住？抓尾巴，然后让它变成那个时候。没有，因为你在鱼肉当中有切花刀的时候，一高温它就卷了。然后要炸到整个全熟，鱼头也要丢进去炸。差不多多久的时间？2分钟。120秒。120秒，就是2分钟。那这个是不是先炒洋葱跟姜？是。然后再炒番茄。番茄丁。让茄红素出来。炒香之后放。番茄丁，番茄丁，然后再炒香菇，然后番茄酱要炒，要，然后最后酱汁调一调丢进去。对，你利用在等待的期间，赶快把那个糖醋水的比例先调出来。那白醋是最后放吗？没有关系啦。没有关系啊。三水一糖，对不对？一糖一醋。一糖一醋。都糖跟醋的比例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没问题了。没问题了，对。不行，醋最后。好，时间到。不是番茄酱要炒，番茄要炒。你不是你先弄水。哎呦，我来了，你先炒啊。你刚刚不是才问完而已吗？没办了，没办，卖拱卖拱。对，卖拱卖拱卖拱。拱是啥？不要太慌张，慌张发抖的意思。麻西，你先炒你的番茄酱，要炒到红红的。先把番茄酱炒起来。番茄酱原本就是红的。这是你跟他讲啦，番茄酱是不是越炒越红？番茄酱经过油炒之后，它的颜色比较漂亮。好了，你们这边调比例吧。我看冠霖已经快崩溃了啊，太多了啦，一糖啊。目前为止，阿金你觉得哪边做的比较好？这边看起来比较顺手一点了。对。看一下阿金是鱼的颜色，再看看你的颜色，我看你觉得炸的够不够啊？加油！这可以了，糖。滤掉就好了，来。哎呦呦呦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香不香？有香，对不对？有香。这边做的真的不错，华姐。嗯。好了，加油啦！还是我们来关心一下小乔，对不对？对，先上啊。啊，其实这样还可以吧？好像欠浓了一点哈。对，我刚刚粉放多了一点。可是我有再加水调啊，可是还来不及了。陈哥那边啊，有把鱼骨啊炸一下，做成鱼汤，盖地的时候。哦，漂亮。很好，很好。完全不想互动，来不及啦。好了，你们这边边炸，我们待会回来啊。好，拜拜。看这边，时间剩下30秒。30秒。小玲姐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酱汁啊？没有啊。酱汁，这时候不用。
用翻了，这时候不用翻了。会那边的哟。还好。我觉得鱼汤要不要加？你加了汤再试味道。啊，加了汤再试。对，你现在试没用啊。赶快倒，不要拖时间。要勾芡就勾芡哦，倒数十秒。够不够甜？啊？够不够甜？你问我没用哎，因为我不。5秒。我不太吃。4秒。3秒。2秒。1秒。勾芡面，时间到。Time up。来吧，时间到了，来不及了。够了，你是够飞。我觉得陈哥最近都这样，他讲时间到他不理，他就慢慢来。啊，还没好哦。慢慢来。我们都已经吃韩城好了。OK 了 ，OK 了，我们心中有一把尺了。你懂的，你懂的。我明白。信心可以赢成功吗？其实说实话，有信心是骗人的，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，我极少极少会做到鱼的料理。我刚对你大呼小叫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不会。你说的哦。嗯、现在在录影，我会纯正。我容忍度很高的。秦刚，你做的不错哎。还行哦。哎，你们的鱼弄得还不错哎。还行。啊，切的来了，非常好，很感人呢、啊。哇，香香如身，哈哈，感觉橙橙队比较有信心哦。那究竟谁才能够征服主厨们的味蕾？我们马上上桌品尝看看呗。先吃阿基师的标准版本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吃。嗯，甜的很明确。嗯，它已经放了这么久了，还是熟的。对，哎，还是熟的，对。好酥哦，先吃你们的吧。好吧。好啊，先吃你们的。没那么甜了，对，味道很单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一定有哪个环节做错。水酱猪熬煮的时间不够久，水多，水多，水多。因为我刚有点怕太，它勾芡勾得太浓，所以又加水。哇，加一点点。鸡翅，鸡翅，对，在我们的阿吉，怎么样？好吃啊，不错，还好啦，也没有很好吃啊。哎，三口洞。好棒的体验，谢谢先麦。糖醋黄鱼、松鼠黄鱼，获胜的是谁？这阶段有2票，准备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Yes！ 詹姆斯来，这边很明显的就是，蔬菜的甜度并没有完全炒出来，对，你也没有进到完全收汁到一定的甜度，再来做最后勾芡，七仔包一勾浓了再加水。你就淡掉了，哦，这是可惜的地方。那这边聪明用鱼骨做了鱼汤，所以你的酱汁层次感一定比较好。他们没有吗？他们没有，没有。一吃你知道很明显，尤其是炸过的鱼骨下去熬成汤，那个层次感是很浓。可是我们在限时内完成。你说的非常好，下一个阶段这个会列入考虑。好，我都忘了这事。2-0，来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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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接下来要做8分钟2道菜，好 ，OK， 这个呢就考验两边的分组合作啊。天哪！指定菜8分钟拿2道，请看。滑蛋虾仁、菠菜炒羊肉，各就各位。碍于刚刚我一直大呼小叫，又一直使唤你，所以这阶段我们大家闭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闹，现在。所以你要做哪一道菜？我来炒羊肉好了。那我记得阿基师会用沙茶酱腌羊肉，然后一点酱油。羊肉你自己看有没有要过油还是什么？要过油，要过油。你看我们有多和谐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那等下我们用了大概1/3的蛋清去抓这个虾仁，嗯，过了油之后变成一个虾球，所以待会开可能开背要开得很漂亮。不要开。对方有信心，很好啊。刚才那个鱼他也很有信心。看来两边都有自己的作战策略，但究竟这2道菜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还是请阿基师来给我们一点提示呗。阿基师，好，那么第一个滑蛋炒虾仁呢，给两边一个撇步啊，想要去让蛋炒出来不老化，勾芡的吸稠度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媒介。所以你把虾仁炒的时候可以轻微的薄芡就好，蛋一上来火关掉用焖的，它就非常的柔滑了。那么不要忘了，尽管嘴巴讲滑蛋，不要有水分跑出来，就是说蛋一定要滑熟。如果蛋一有生水的话，就变成鸡蛋你没有炒熟，那没有炒熟生熟时就交叉污染了。
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菠菜炒羊肉，你就把它当成菠菜炒肉片家常菜就好了，肉不要炒硬了，因为咱白灵阿菜真骨溜啊，你用沙茶酱去提味。传统都是空心菜啦，但是最近菠菜是量产，而且盛产，核对的季节，非常容易入味的一个料理，所以试试看。它比空心菜也效果不差，效果不差，而且更骨溜。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讲得算清楚哎，讲得算清楚哎。对，菠菜有一个叶酸的涩味，要把它拿掉。拿掉？怎么拿？你帮我拿一下。拿很简单，我去忙了，走啊走。好了，八分钟两道菜，计时开始。穿烫吗？滑蛋虾仁在节目上面其实已经试了很多次。真的吗？滑蛋牛肉、滑蛋虾仁啊。对，上次也是做滑蛋虾仁。对。所以说应该难度不高啦，最主要是顺序要抓对。我是对于过就是虾子过油我比较会，所以我才选择滑蛋虾仁。就是挑简单的做，对不对？挑有把握的做。挑有把握的做。学会说话，这样才可以出一本逆境，好吗？逞强队被称赞，让巧巧很吃味；想争宠却出大糗。这边就是看起来备料就是舒服滑，四平八稳。就是挑简单的做嘛，对不对？挑有把握的做。挑有把握的做。学会说话，这样才可以出一本逆境，好吗？加油了，我们大家再回来啊，来个视频。其实，然后小林姐，这里有垃圾桶啊，你不能就东西都是往后面丢啊！你们家厨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我们后面的邻居会骂的。对啊，陈哥一直往外面丢。我们邻居都搬走了，就是因为你一直乱丢垃圾啊，太吵啊。时间剩下七分钟，虾子被炒回大楼，不会闹哦。这绝对香。先把要切一下，这边就是看起来备料就是舒服滑的，四平八稳，可以可以，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让我们跟这边互动一下吗？什么叫比较舒服？没有，你们那边很爽快啦，也很舒服。阿基是你真的哦，逆境逆境哦，逆境我包场，哎，没有，我多买一些包场，逆境包什么场啊？有店面了，他包什么场？他包签书会，他包了一场签书会啊。好了，你们继续备料，加油喽。OK， 拜拜，快回来。什么？你在闻什么、啊，小姐？我看这是不是盐巴？哦，盐巴是用闻的。哎，对。好啊，屌塞开始厉害了。对啊，屌塞。你挂包肉，你拿盐巴下面比的。就是有淡淡的海风的感觉。看样子你很松柔嘛，你根本不在乎时间嘛。哎，我要过油了啦，是卖脑力。电还没超回答，他进了。他热了吗？粉加了吗？我加了。粉加了。哎，我不知道热了。油热了。超不热的。这不是刚刚那个松饼皮而已吗？我看想个办法，先弄过来，因为我不用那么多油。聪明，聪明。阿小是很不一样哦，中破塞。很厉害的中破塞。哎呀，三号做马上来啊！先看油温哦，因为刚刚我看油温几乎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下可以下了，对哈，可以下，一直下，把它弄散，把它弄散，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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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把它弄散，把它弄散，你刚刚一直下的。不错啊，等下阿杰是比阿乔斯的动作来得更利落，更利落一点。时间剩下三分钟，过一下起来，对，过一下起来，可以把锅油锅上。好，小心，好，好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齐，沥油。先把火关掉，先把火关掉。火龙鬼狗啦，锅开啊，龙鬼狗啦。哎，对，别慌，别慌。第一次看汉堡肉是用炸的，还是小林姐厉害？嗯，它跟整个有互补的作用哈。有有有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所以陈哥你是炒羊肉，我就锅在烤羊肉。羊肉，小林姐，小林姐你是要先放虾子吗？对啊，我也搞不清楚了嘞。你要不要问一下陈哥？先放了。你们有汤，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哦。菠菜。那我放油干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加油了，带回来，两位师傅这边。哦，这边进度稍微快一点，调才行的。冠霖现在已经把羊肉放进去了，
而且感觉上的菠菜要再切细小一点哦。嗯嗯。很容易的味啊。哎，阿爸开始出味啊。哦。你啊，切个碎的，头拄啊，詹姆斯老师提醒的，就是讲削碎削碎，嘿，较有法度伊款的。拿掉。哦。哎。大家有开火吗？有有有，小火。开火，大火啊！因为你要勾芡了。其实熬虾汤是一个鲜度来源，可是如果虾汤熬得太脏的话，就不美观了哈。没错，这是一个暗示吗？是。来不及了。时间剩下一分钟。来，两位师，我们来看一下陈哥这边，一分钟喽，来得及吗？哎，我的汤已经没了耶。我的好了。那你的汤呢？看看这么多汤，这边都是汤，这边都是水。不要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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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虾子，虾子。下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这个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没有。虾汤。虾汤跟蛋放在一起，没有哎，这等下等下等，你这什么东西？虾汤跟蛋，完了，哎，你不要再加水了，真的吗？这边水够，这边水量非常充足，沙溢是不是完蛋？枸杞啊，枸杞哦，嗯，这个想法不对吗？不对，哎，先不要动，那我因为要先勾芡之后再淋蛋，哦，对，一下往上拖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时间剩下30秒，注意哦，蛋一定要熟哦，不要变成炒蛋哦。好的，陈哥这边两道菜几乎是完成的，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这边，有勾芡吗？勾芡完才淋蛋的。哇，还不错。阿乔斯，礼拜哦。有没有放香油啊？啊，来不及了。但是时间到。啊，我的葱忘了放。他们好像比较没有水的。对啊，你们有加水吗？没有啊，鱼糕汤那个啊，虾汤啊。我觉得我们的好了。我们的虾的味道，你的油温不够高。我们的比较像那种，外面那种摊子炒。你刚刚有用海鲜味吗？啊，对哈，有鱼露，我放了盐巴，我不是，我好笨。哎呀，少了一个重要调味的巧巧队，会让橙橙队在这一阶段一枝独秀吗？在上桌评分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阿金师的正确示范呗。阿金师出了一本逆境，我想我很快就要出一本逆时代未流了。逆时代未流，是什么？脸都红了。各位，怎么会一句讲都不会话呢？现在年轻人呢，很糟啊，沉沦啊。好了，锅子烧热了，这两道菜，而且是五星级的做法。我们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菜烧到吃起来不会逆食到胃流啊。阿基师，我逗得你老人家挺开心的。不会，大家都开心。我觉得阿基师是发自内心的在笑。对啊，笑开怀。笑开怀。那个滑蛋虾仁如果没用鱼露来调咸味的话，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也不至于啦，用鱼露的只是食材的元素加接近度比较大了，会比较好吃吧。如果说你漏失掉的话也 OK 啦，好，因为你碰到这个逆时代未流的也吃不出来啦。应该蛮恨的。这个会从此传为佳话。对啊，大概被笑一个月是需要的。剪成预告一直给我重播，不禁可以想象他们的做法。到位，会变成2013年最经典的笑话。辣椒切丝是给谁？给炒羊肉的。我现在在意识到问题。羊肉一定要用柠檬来抓吗？一点点可以除骚味啊。嗯，对呀，我有用到，拌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管任何一片肉的角落呢，只要有轻微的沾上这么一个肉汁，它就算功德圆满。目前还没有炒沙茶啊，我沙茶进来就翻两番，就让它起。我现在意识到问题。滚了没有？够不够滚？让它滚透一点，滚透一点，脑浆里面的味道让它出来。那我们就做到了，这个我们滚得粉透。
我们已经滚出了一个鱼汤的颜色。我也滚很透，结果詹姆斯说我滚很脏。不是脏了，不干净是真的啦。对啊，色泽可以弄不干净，不一样。不干净更惨。那为什么会这么脏？就是好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把接近度拉得跟你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后面是水放太少吗？没有，我水高汤全放哎，整碗。我们的有很脏吗？我们很浓，脏不脏不好说。就是黄黄红红。哎，羊肉一定要。有一定要用柠檬来抓吗？一点点可以除骚味啊。嗯，对啊，我有用到，就没有。还要打点水进来。要，因为它会吸水啊。那尽可能了，不要用手去抓。不用手抓？怎么可能不用手抓？因为不然都烂了。我们的羊肉你也太碎了，掐了。对，不好，不要掐，形状会散。剥的话不匀呢。哦，他待会就是不给你看。拌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管任何一片肉的角落呢，只要有轻微的沾上这么一个肉汁，它就算功德圆满啊。为了让虾球看得漂亮，它开深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是，就是这个开法跟我那个开法不一样的。哦，它就是劈腿的。我这个劈腿的。全蛋液。嗯。我们刚刚用蛋清给搞。我也是给搞。咦，你看这个虾蛋还要滚多久了？没事，味道是已经出来了，出了，但是我现在是为了要能够掌控它的温度，等一下下锅炒的速度快一点呢。哦，火收的很小，希望它脑浆里面的鲜味呢多出来一点，这样子。哦，先调制好菠菜炒羊肉的酱汁。对对，这个很重要，至少要一大汤匙的沙拉酱，配上一点酱油。对，因为沙拉酱最主要你还是要透过酱油去提味的。你要先把它拌开了。对了，佳，我尽可能把颜色煮得跟你一样脏。跟你一样脏，对。谢谢阿吉师。哇，比你脏多了。帮你合理化。差不多脏，差不多。比你脏多了。好，那么大概下去4秒钟就要起锅了。哇，这么快。哦，我们大概有8秒哦。我们因为后来这个球油温有偏高，所以我刻意的把虾仁先放进来。是，那这么好来。事实上也应该了。好，阿伯，你这就油要把它变冷一点。对，就降温了嘛。降温。那么轻轻的拨开，拨开。你如果下去以后感觉这边有很多的杂废物的话，你再把油打开。啊，恁这把火块吧是规片，啊恁的吧跟那羊肉松安尼哦。嗯嗯嗯。太不应该了哦。可能对羊肉真的太不了解了，真的。我们就先来炒羊肉，先炒羊肉，对，先炒羊肉用羊油来炒，哎，用羊油来炒。那现在接的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把蒜头、辣椒爆香的先进来，爆香的先进来啊，完全进烤。对，那刚刚呢，詹姆斯老师有提醒了，就是有些炒酸钙啊，一涩涩的口感你要拿掉啊，那个叶酸。重点就是你让它炒熟、炒透了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炒不透就会涩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，那我先炒梗对不对？先炒梗，梗先下。有梗。梗耐炒了。嗯。那其实真正残留的哈，涩涩的口感都是在叶子的部分，不是在梗的部分。梗反而还是滑溜很多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鱼羊鲜啊，一点点的虾汤进来，叶子进来，我下一点点的香油，卡西乌鸡头，目前还没炒沙茶啊，还别急别急，我沙茶进来就翻两翻，就让它起锅了。好，不过度加热。哎，不过度加热。沙茶如果炒得久会怎么样呢？苦。没有，它沙茶酱里面的那些个组织成分呢，会焦化，焦化香度没那么好。我们吃涮锅的时候喜欢沾着吃。啊，它的成熟度跟时间呢，有时候还是掌控在我们的嘴巴上头吧。因为过久会滑出啊。有无？还丢啊？啊，你就好弄我的叉丁片啊，羊肉片啊。就是我们。哎，这样好。哦，这是你刚刚加了酱油的那个。对，刚刚加了酱油的沙茶酱，啊，那等候啊。它就只是一个加了酱油的沙茶酱而已。对，然后一点点，其实
安利就好啊吼。要放糖吗？ Okay. 啊，糖什么都不用放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放了糖以后，肉的甜度就不见了啊。你们有一定有放糖对不对？不知道。Man 啊，你要吃到羊肉的甜度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个人呢，因为羊肉片哈、哦，这很漂亮的羊肉片。怎么是羊肉片、啊？不是羊肉酥啊。好，这样就很漂亮。羊肉酥，羊肉松啊。好，放50个铜板的油啊，几滴的香油，一点点就好。50块铜板的油，一点香油，葱花先下，韭黄不需要爆吧？韭黄很容易香吧？很容易香，尾巴起锅的时候提味就好。对，有放韭黄，所以就不用放蒜头了，对不对？刚刚过油3分熟，你看现在就全熟了。所以汤真的没那么多。对，它很少，一分钟而已。先勾芡，再拉蛋，对，再倒蛋液。韭黄很容易香吧？很容易香，尾巴起锅的时候提味就好。对，有放韭黄，所以就不用放蒜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韭黄跟蒜头同样都是属于蒜科的韭菜，只不过是这种呢没晒到阳光，它就变黄了。所以有放有不都可以，有没有放有没有放蒜都可以吧？哎，都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汤进来，我给你赶快煮锅，我再找了哈。然后我留一点点，做一点太白粉勾芡的虾汤。漂亮！你把我的那个用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来啊！刚刚过油3分熟，你看现在就全熟了啊。它还会继续熟。对，它继续导热。所以汤真的没那么多。对，它很少，一分钟而已。来，那这个汤，先勾芡，再拉蛋。对，再倒蛋液，有吸头状了啊，有吸头状，有。那现在倒蛋液的时候呢，就要多一点点的油了。你这个时候的油是要预留蛋的吸收，忘记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不会让你感觉很多油。来，倒不少哎，这油也还好啊，是不是很多油吗？很多油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蛋进来。就觉得哪边旺？没错，就是很多油。高这样才下，漂亮哎，这样子。对，那鱼露嘞？鱼露好，等一下哈。它是稠的，它这是煮。因为我们都刚好都没放鱼露，我想看有用加鱼露差别在哪。有，一定要鱼露，因为鱼露的咸度比盐巴的咸度来得好。对，要我的不够。香味比较迷人呐。小乔煮的就跟那个虾仁羹一样。对啊，我汤好的就没有咸味。哎，你那个羊肉末，你少说话吧。羊肉松，可以啊。羊肉松，你们互相这样攻击也不是办法。我们刚不是很和谐吗？我们今天有个羊肉酥，我都不讲。哎，有闻到啊，我。哦，好香哦。对啊。好瓦哦，老大瓦给瓦哦。好瓦。好瓦哦。华顿虾仁菠菜炒羊肉，完成。谢谢。好，准备，各就各位。这是阿基师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请品尝阿基师的华顿虾仁。刚刚好。这滑得好。觉得汤汁跟勾芡真的要拿捏得很好。对。它的层次非常好。对。因为有吃到青葱的味道，然后又有吃到那个酒黄的味道，而且它的，然后蛋里面是有那个虾膏进去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已经先吃我们的，好不好？那个蒸蛋做得不错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是一道菜两种，真的是蛋，你伤害不了我们的，真的是蛋。一道菜两种，我这边有滑蛋，我这边是炒蛋，明白了？我们的虾很好吃，让我们滑一点。别再翻了，别再翻了啦！哎呦，这样才会有那个滑的感觉，那你颜色。就虾仁羹煮的好啊，请享用。都灰灰的，我就说我的脏脏的嘛。但是不是滑的，因为我是先勾芡的。谢谢。有滑吗？真的很像，还不错，很像虾仁羹，还嗨，还不错哎。好了，吃完了华顿虾仁，该吃阿基师的沙菠菜炒羊肉，来。真的是羊肉片。真的是羊肉片。对啊。没有。阿基师的羊肉真的比较不骚哎。一样，先吃我们的，好不好？来。
羊肉末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味道很重，嗯，还不错。来吃吃看，我们吃你们的，嗯，它的颜色好，其实很漂亮，好干净的这一盘，稍微单薄了一点，它的羊肉味比较重，对啊。如果三票全部投给你们，逆转胜。如果我们再得一票，今天我们险胜。得两票，赢得漂亮。得三票，大快人心。准备，第二阶段八分钟两道赛，获胜是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耶！那我们获得阿基斯的票数了。先听听看郭主席是不是怎么说。哎，我们虾仁滑蛋的话，哈。它这边香味呢比较足一点，但是呢可能有比较过老一点点而已，但是还可以接受虾肉。那这边呢，它香味没有像这边，因为可能那个爆香方面，那葱有先下去。那这边的葱，在我们评审来讲的话，葱绝对刚刚所讲生死，跟熟死不要混在一起，因为你把它加在上面的。那这边呢，当然有比较，但也水了一点啦。有比较水一点，但是真正滑蛋虾仁的话，还会再熟一点点，刚刚好。那这边呢，因为两边呢，我这边的都没有都是气氛。詹姆斯也给了我们肯定。嗯，滑蛋虾仁来说啊，巧超这边的滑蛋呢做的比较好，但是我不太建议滑蛋虾仁里面放大蒜，因为你大蒜把鲜味全部都拉掉了，所以你很明显可以吃到这边虽然是滑的不够好，可是虾的甜味、虾汤的甜味都可以吃得到。这边完全被大蒜的味道给盖过去，这个比较可惜一点。那肉的部分，这边的味道比较膻味比较重，就请在腌肉的时候，我们的酱料可能要稍微下重一点点。因为你只要羊肉出水之后，你把羊肉抓起来，那水就不要用，直接把它去过油的话，就已经把那个膻味的水就拿掉了。这个话会很明显的，因为羊肉的品质都是一样，可是一吃出来你就很明显知道说，哎，这边好像味道稍微重一点。它不好评了，两边都做得很好，可是这边稍微胜出，我选这边。而且是给了你们肯定，是为什么？其实两边的羊肉呢五五坡，那这边的蛋呢，因为水分多一点，在嘴巴里面的感觉，尽管是不是滑的口感没有做到很标准，总不是专业了。但是比起这边硬起来的口感的话，这边略胜一筹，所以我分数就在这个蛋上面就给倒过去了。对，好，了解。总票数4-1，恭喜陈真队获胜。耶！好开心。啊，金狮颁奖，先送锅子。Yes sir。耶！谢谢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希望你拿锅子出好菜，就不会逆食到胃了。谢谢，请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我一定会好好拜读这本书。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非常谢谢阿基斯，多多指教。逆境坚定力，风雨生信心啊！这本书绝对对活所有的人来说，各行各业都会有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是，对不对？各行各业。当然。非常谢谢阿基斯，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啊，演技精湛的两位才子佳人，表现得这么好的厨艺，好不好？这算是我们的实力相当平均的一次，对，真的龙争虎斗啊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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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五分钟出好菜，吴北辰直言来不及，还不准别人喧哗。看人叫什么？鱼香锅巴，杏鲍菇，杏鲍油锅，4分钟。来，现在有点焦黄了，有没有？有点焦黄。有。蒜片。啊，蒜片炸了就没有蒜香了。我要五分钟。蒜头放进来的时候，我时间会来不及。最后一分钟。锅巴，你先给炸锅巴，炸了！不要吓到我的锅巴。而五星级料理秀阿基斯詹姆士将以比目鱼征服全场味蕾。我们今天做这个薯丝比目鱼佐白酱，这边是白酒跟这个红葱头，这个要把它一直收到这个白酒几乎是烧到快没有的时候，我会把奶油放进去。什么味道？哦，那个酱汁很厉害哦。它酱汁只要一点点，其实它就整个覆盖上去。那现在这个湿性发泡的这个蛋白了，我把这一个明开纸呢。拨一半进来，半鱼，哎呦，这样淋上去，哇，这个太感人了，这个是以前是以后，一二三，来，你们那随时变来变去，一二三，大。
我要讲就是四。通常赌气是不会有好结果。完了。三三三杯的。